今日是初九上班的头一天，感谢大家来参加议会新春团拜。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新的一年，希望市政府会当将未来推动的政策向议会、同公团甲议员说明清楚，大家尽量沟通、交换意见，互咱的市政甲议事运作会当顺利。那刚才议长在他的致辞里面，对于市政多所指导跟鞭策，那我们谨记在心。第一个，台中市政府团队一定会努力建设，让台中更好。第一点，会谨遵议长的这个刚才的指示，加强沟通说明。那在过年之前，秀业本人以及副市长以及我们的所有的一级机关首长，都有分别拜访议会，就本年度的建设以及预算做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明。那我会继续努力加强说明跟沟通。那未来这一年当中，还请议会继续给我们鞭策、监督跟指导。那最后呢，我要祝福我们台中市议会，那议事运作平顺，也祝福我们各位议座以及我们所有议会同仁、府会记者，大家新年快乐，兔年行大运。感谢大家。